谢谢，感谢老师。我们也听一下观礼团的 Cindy 想说什么。我想说，我感觉就是水果星球他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特别像是一个非常洋气的大 party， 里里外外都透出一股洋味儿啊！但这个洋味儿不是羊肉串的洋味儿啊，它是真的很洋气。然后最让我惊艳的就是严永强的那个唢呐，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乐器。啊，最后我想说的是，就是我看完这个四场演出之后，我真的也很想上去演，所以我想问一下龙总啊，咱们明年要不然考虑一下女子乐团季呗？也顺带考虑考虑我，因为我距离上次跟新裤子一起合作已经过去蛮久的了，所以我现在特别激动，特别想上去。谢谢 Cindy， 校方正在讨论，稍后给你答复。